谎言拆穿局，专打厚脸皮。民进党民意代表高嘉瑜唱歌跑调，却乐此不疲。之前还想开演唱会，非常神奇。来听我演唱会，因为我的演唱会绝对是真正的演唱会，真正的演唱会。真正的演唱会，由于他各种作妖，导致支持率不断往下掉。他终于决定封麦，不再吼叫。长辈可能心脏比较承受不住的话，我们就尽量少唱，唱给年轻人听就好，唱给年轻人听。什么？唱给年轻人听？就算我心脏受得了，耳朵也不行啊。动了神通吧。除了这高嘉瑜唱歌跑调各种胡闹，蔡英文也说下台之后要去搞唱跳。我唱歌跳舞可以列为选项哦。怎么样嘛，赶紧来。民进党甚至还推出了什么双独组合，想要继续出来骗票。台湾朋友千万不要被他们的花招、鬼迷的心窍让豺狼当得到。台湾人啊，无觉醒，我跟你讲，你永远无可能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